我上次花六块钱在国服的世界里面买了金币一百天的玩意儿，进去一看只有城市建筑，金币里面的丧尸啊、枪小贩都没有，甚至评论区有人指出这是搬运的别人的图，给我整无语了。今天我又去下载了商店里别人制作的 mod， 1000+的下载量，评分高达 1.8 的火影奔跑动作，像截图上面展示的那个火影跑多帅啊，果断300钻，3块钱拿下。我再一点开展示视频一看，啊。不是你火影跑就跑吗？你双手上下晃什么呢？我看别人他们也不带这样跑呀。你这跑起来跟大聪明一样。我这刚才下单退款还来得及吗？不过我本来就是过来踩雷的，坑就坑吧。还没准 mod 更新了，跟宣传页面不一样呢。这是个什么东西啊？这个 mod 跑不能触发火影跑，走无法触发。你们知道它是怎么触发的吗？它居然把火影跑设置在潜行动作上面。火影跑潜行是吧？本身动作就太过聪明，还让它潜行，不就是妥妥的扑腾的咸鱼吗？我回头又一看评论，评论区都在骂，想不通这 mod 怎么1000+下载的，这可是300钻买的呀。然后我又找了一个动作 mod， 这只是2000+的下载量啊，动作优化正式版，听着名字就很靠谱啊，300钻嘛，买了，优化动作本能差到哪里去呢？你这个跑步姿势照着2:11:1还原呐、啊！再一看行走状态，这是胳肢窝跟大腿打石膏了是吧？还不如原版走起来丝滑呢。不知道是不是模组的问题啊？攻击动作看起来呢很正常，打草没啥毛病。拿把剑一看，这个剑已经插进我脑壳几下了呀！飞行动作。その日。人類は思い出した。奴らに支配されていた恐怖。双手举起来，有种要毁灭世界的即视感。然后我又尝试装备护甲，只要穿上第一件装备，就会动作伸到其他位置的护甲贴图。在陆地上好歹还能看，下水之后。设计的跟灵异事件似的，装备盾牌更离谱，第一人称完全挡住视野。装备上之后，不是装在手上，是直接套我头上啊！这不是动作优化呀，这是一件装备呀、啊！我的世界版100%防爆头盔呀、啊！弓箭的第一人称，射箭直接模型没有了。第三人称可以看到啊，拉弓都是固定位置，完全移动不了。火影动作动作优化，这俩 mod 出了图啥呀？这还不如原版动作啊！装了这个模组图一个半身不遂是吧？纯纯买模组送 bug。我踩雷，你逼哥，感谢收看，下期再见。